催更已久的魔鬼鱼来了，尾巴折断了一截。这个鱼连肉带骨都能吃。全部是软骨。这个鱼翅这个地方好嫩，他会笑，呵呵。拜拜，想看我吃啥鱼，评论在下方。兔头，我加热了的。小舌头。
这个五香味儿一点都不辣。整个的吐脑。这个里面这个很香，兔兔不光可爱还好吃。泡椒味的手剥笋，前几天我去挖了那个大竹笋、南竹笋焖肉，太香了。这种笋子脆爽。每年的这个时节就开始薅笋的季节。最嫩的时候。干净。
我感觉这个笋下面好吃点，有嚼劲。我个人喜欢这种带口感的，上面太嫩了。拜拜。